干啥的呀？冰淇淋的。做冰淇淋的。哎呀，你这冰淇淋被你吃完了呀？不是，被我姐姐偷吃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两个芒果的都被你姐姐给偷吃了呀？对。这个臭丫头，你做冰淇淋别倒那么多水，放上可可粉。哎，这里有一勺可可粉，可可粉装进来。哎，再来一勺，你搅拌搅拌吧。哎，这个是蓝莓饮料做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两个芒果小狗都被你姐姐吃了，就剩上棒棒，臭丫头。哎，小柏林，我们里面放点爆炸糖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看，这里有两个模具，可以做两个。妈妈，我做一个送给小朋友们，我做一个给我。哦，做一个送给小朋友，做一个给你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在里面放爆炸糖，小朋友敢吃吗？小朋友，你看我这里有好多爆炸糖，我想倒一包进去的。小朋友，你们敢不敢吃爆炸糖呀？你看我买了满满一大盒，100多包呢。你看各种口味的，哎，我给小朋友看一看。小朋友看，这是草莓味、可乐味、哈密瓜味跟甜橙味。你们敢不敢吃爆炸糖呀？敢吃我倒一包好不好？来，敢吃的小朋友赶紧给我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加号。这里有个小红心哦，把这里的小红心点亮，把小加号点消失，做成功给小朋友一个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手机前的小朋友敢不敢吃爆炸糖？谁敢吃，我就把这满满一大盘子100多包都送给他了。来，敢吃的小朋友赶紧给我点亮小红心跟小加号。我放一包草莓味的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给撕开，我的天。哎，我再放包可乐味的，剪开了，来，我给倒进来。哎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倒进来了。小朋友看，爆炸糖已经倒进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倒到模具里，放冰箱里冷冻好不好？马上就做好了。哎，我要开始倒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倒满了，倒满了，再倒这里面了。哎，然后我们放冰箱里冰冻，给小朋友一个，里面放了两包爆炸糖呢，是不是小柏林？是的。好了，装满了。哎，小柏林，我慢慢的放进去，来，你盖上盖子，快点。好。快盖上冰箱盖子。哎，马上一会就做好了呀。什么时候才能做好？什么时候做好？只要小朋友点亮这里的小红心小加号就做好了呀。那小朋友能找到小心小加号吗？哎呀，小朋友刚刚都点完了，没点的小朋友赶紧点哈。点亮小红心跟小加号，我们看看小柏林做好了吗？来，小柏林打开。哇，小柏林快看，已经做好了，我的天哪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做的冰激凌，送一个给小朋友好不好？来，快拿着，拿这个，拿着给小朋友去，里面有爆炸糖颗粒哦。哎，赶紧去小朋友家哈。哎，抖音。